有可爱妹妹。哪里？等下带你去。可爱的妹妹，左边卖水果的。想不到薛之谦那么猛。啊，带薛之谦来就涨价。带来就涨价。我会觉得很丢脸。我娘喵啥小啦？有啊，我很想。大肠香肠，这是那一摊，大东那一摊。我也不知道。你要吃吗？好。你要什么？我都讲。羊肉味。谁长进？谢谢。我本人。这麻辣鱼蛋已经是昨天了。要这样在镜头后面放闪了哦？没有，我跟他各走各的。番茄才那个很好吃、欸、对啊，你有吃过吗？有啊，超好吃，好像台南发明的，因为我外婆也会用酱油膏加姜加糖、哦、我妈也会用那个，如果有番茄的话。真的？嗯，我妈是贤妻耶，跟你一样。她的毛感觉很软。谢谢你，谢谢阿爸呀。好乖，好乖哦，他不会跳走，偷摸，趁老板转头偷摸。这只猫能拿来洗眼吗？应该可以，感觉蛮干净。玉米杯杯，这个玉米杯杯吃一天可以吃两天，拉出来之后就洗一洗再吃一次。要拉出来之后洗洗再一次啊，才可以自己调味。今天吃起司，明天吃咖喱。清蒸菇、空心菜也可以。耿竹这里饮料店要买哪一家、啊？饮料要买多一间，买妹妹漂亮的那一间，对不对？一杯中杯的。今天买到粉圆吗？找薛之谦来啊，薛之谦会带我去买。那里面都会有果肉，明天我帮你擦汁哦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50块还有果肉哎，报喜。凤梨的糖，很香哎。感谢黎明小卷毛订阅。靠腰就是外放喇叭吗？啊，超大声啊！音效在外面有听到啊？可以啊，手机喇叭放出来了。香菜多，不要香菜，不要香菜，你吃这个就没料。吃这个就是要吃它的香菜。谢谢，这个海苔，哎，乖乖，谢谢。哎，那个钱，你打完保龄球了？你们刚打保龄球，你吃了吗？太吃了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提拉米苏。这个是奶酪吗？奶酪。会不会射到我、啊？会，很可怕。你要我头破掉怎么办？拿着照我。拿着照我，超烫呢。在吃什么？章鱼烧。哇！等一下要说。说什么？说这个啊，你要介绍啊。这个和风章鱼烧，一份60块。几颗？嗯，你没有粉丝先吃。4颗，还要粉丝先吃哦。来啊，我喂你。很烫哦，帮你吹吹。章鱼烧不是说6颗的吗？它有分成4颗、6颗、6颗80。嗨，安狗狗。嗨，安狗狗。超强。安狗狗。超帅，薛之谦。不能再吃任何一口。阿璇很丑哎，软。弱啊！哎、欸。
这里很危险，这里不能乱讲话。这里你们要不要就是在一起？哎、欸，你们都是就是这种发型，这样子差那么多啊？没有，他比较拽，他是那种渣男看吗？这里有可爱妹妹，哪里？等下带你去，我已经喝太多饮料了。玩的有没有可爱妹妹？有，可是它是那种石块要丢到那个瓷砖上面，然后只要上一个就有娃娃。我已经掉三次了，我已经拿三次了。真假？真的啊。地瓜球还有分台北口味，台北口味地瓜球。我28。30。台北口味地瓜球。台北口味就是吃完就是我感好贵。台北地瓜球跟南部 QQ 蛋是一样的东西，帮你们确认完了。一样啊，那个是水蛋，它应该是比较环保。你们先拿汉枪啊，先拿看。你有没有拿过大枪？哎，够大，对，就是它会亮绿色跟红色，红色的不要打，红色不打，打绿色，打绿色打。一定够打的，你不要随便打。那你妹妹怎么变卖水果的？哦，不然嘞。有人是买番茄。对，我就是那个。为什么你过来这里？老板没有在台南买吗？我刚刚去那边想说说你在。哦，他就在找他哎。结果他在找你买那个番茄。其实，来给你买一个，谢谢。我觉得番茄、蜜饯、木瓜都很好吃。我们看久一点。好啊，那这个。想不到薛之谦那么猛。那我怎样？谢谢。啊，带薛之谦来就涨价。带来就涨价。会不会觉得很丢脸？谢谢。谢谢。拜拜。我的老朋友啊。女朋友，你认识的？认识啊。我之前原本不玩游戏，然后他一直叫我去玩，我就去玩。然后就在骗钱嘛，对。没有骗钱，就是我那个十块被人丢到他，然后就说可以把他带回家，然后那个老板又觉得我在骚扰他。先让薛之谦写一首诗送给妹子吧，有关水果的诗送给妹子啊。会被告哎。结尾是木瓜，我已经想好了。为什么是木瓜？没有烤麻薯。有啊，刚才先叔叔烤麻薯。来一城买麻薯，为什么不早说？乌珠帮，它好吃的。它这个面是薄面，滋滋作响。哇，会很饿哎。这如果是我在家里看这个人吃货，我觉得很不爽，就想要点外卖啊。真的？就想要点外送，饿了。看这汤好不好喝，要看一个关键。你也懂汤哦。其实这里有没有老鼠？有老鼠，有老鼠都特别好喝。我大学旁边牛排馆点猪排，老板给我放一块控肉，这正常吗？那也是猪啊，只是它不是排而已、啊。那也是猪排啊，它只是把它做的比较厚而已。以前很黑，好不好？以前这种夜市牛排很可怕。那这个面有没有？你没吃完，它就倒进一锅那个酱里面。真的、哦？就把这个面哦，你没吃完放在桌上，你走之后他就把它到后面，然后它有一锅那个这种黑胡椒酱，那就这坨面就丢进去。现在还会这样吗？现在应该比较不会。现在很难，因为现在大家都有手机。现在大家都会录影，而且有爆料什么的，然后大家看到都会录影。咸咸，不然以为他们综合酱怎么来的？就是超恶心，就把那个蘑菇酱，然后用这个黑胡椒酱的面丢进去拉一拉就有了。是我现在在吃。没有，现在应该不会了。至少我还能够成为那个见证你们爱情的
这边一首好听的歌曲，嘉宾送给点歌的朋友。有有，那一口拿的还是差不多了。旁边是女友吗？旁边是未婚妻。